所不在，人的心是像一颗尘埃，落在过去飘向未来，飘进眼里就流出泪来。曾经沧海无限感慨，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，让青春去，让梦秋来，让你离开。谁不会忘，一切都是为爱，没有遗憾，还有我。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动。昨天花谢花开，不是梦，不是梦，不是梦。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痛。明天潮起潮落，都是我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痛。昨天花谢花开，不是梦，不是梦，不是梦。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痛。明天潮起潮落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你看我安尼套袜坐，遐骑车就去甲王玉凡耍来啊！啊，你看你个鸡料要安怎处理？恁即马两个家己面对面，那条件恁家己讲啊！哎，实在是安尼啦。啊，遐鸡也毋是我伫咧饲个啦，我过去是恁大家饲恁大风琴个啦。啊，即马一个老哦，啊都无人要找我，我毋才退休倒转来。啊，十多年前啊，我将阮祖公啊放落来即个土地哦，啊租予我一个朋友伫咧饲鸡啦。啊，我是落靠即个租地哦。过日子啦，啊，不过，那个即马呢，这个风沙做水灾啊，啊，过了后来一挂过后，煞拢着着过济啦，啊，死尾了呢，啊，这个鸡主啊，看安尼啊，生意无法度通去维持啊呢，啊，钱款款的，挂了煞做走啦，不一大堆车煞过啊，风沙，我毋知要怎，我家己嘛想袂晓，啊，搁哦，下每日债主啊，拢要来找我讨钱啦，我着想到无法度。我跟阿伯是在凤山碰到的啦，我在唱歌，他跑来看我唱歌啊，还天天都拿鸡蛋来给我补啊，对我很好啊。那他现在机车想脱手啦，我就想到你嘛，所以看看能不能帮帮忙啊。阿伯，你即马欠人偌济钱？差不多哦，100万啦。啊，遐个债主哦，要来甲我讨钱的时阵哦，后面拢乌社会势力嘞，啊，遐鸡哦死尾了啊嘞。啊，剩的也袂死人啦！我每日来求神托佛咯，拜托我落紧死哦。结果，个来放屁也袂死人啊啦！我唔知食啥物件要甲卖面蛋啥。啊，你拍算卖偌济钱？这，那我迄块土地1000坪是价值差不多200万啦。啊，含这鸡寮啊，一切遮的这个设备吼，人伫咧甲我讲差不多价值400万安尼啦。哎呦，阿伯，你若赶紧要脱手，你开啊400万，你是卖袂贵呐？当真王一凡，你有生意啊，要甲你帮忙啊，无你着较俗个卖伊。啊，你卖卖，这无形形个，你搬来台北通我住，互我甲你放开啦。这哦，也唔好。我人已经也老啊啦，台北遐尼湿，啊交通搁遮尼乱呢，啊这住起来无方便啦。我以为若是吼，住个凤山就好啦。啊，遐个物件哦，我嘛是真唔甘愿安尼卖蛋散啦。虽然讲是讲较无价值啦，啊嘛是做工啊留落来滚啦。啊，遐个鸡哦，甲我斗阵也有一段时间啊啦，大家拢也有感情啊咧，我嘛足唔甘的嘛。哦，阿伯，安尼咱就卖呗。王一凡，秋桐，
阿伯对你有恩，你要成全他。再说政府既然将来会开放这块地变为住宅用地，我们就更不能趁人之危赚这笔不义之财了。阿伯，啊，我甲秋桐是真好的朋友，啊，你搁这里照顾伊，今晚你有困难，我当然爱甲你斗三工。这有120万支票，啊，你看，这钱有够无？黄一凡，黄一凡，你这小气鬼，你搞什么啊？你疯了你！哎，阿伯，慢点啦，阿伯，阿伯。小弟，俺做出这实在呢，你阿你都啥事？阿来要帮助我，足多事啊！真多谢阿伯，你别安尼讲哦，这钱你先提起，要安怎用都不要紧。秋桐他是有空的话，他也可以给你帮忙的。啊，就顺着伊的投资哦。安尼秋桐就每个去外口唱电子花车，日子嘛较安定啊。原来搞了半天，你是为了我。你花了120万，为了我，你连这种赚钱的机会你都放弃了。秋桐，婉仪说的对，做生意要取之有道。再说阿伯对你们家有恩，你不能这样对他。那这些钱呢，就算我借给你当本钱，你要小心谨慎，帮阿伯度过这个难关。你有钱周转吗？我知道你把卖废铁的钱都放在整理土地上面了，那你日子要怎么过？我一个人容易得很啊，这开销也不大。再说这个土地马上就要动土，这订货的钱会陆陆续续不断的进来。啊，对了，宋妈跟婉爷也帮你订了一户。什么？帮我订一户？啊，我哪有钱呐？几人自有天相啊，他们信得过你啊？还说，如果说你这个钱真的缴不出来的话，他们可以帮你先垫。本来这120万都可以买一户，哎，还有剩下。哎，这120万，我跟你讲，只能用在阿伯的这个机车上面，不能用在别的地方，你知道吗？不晓得你在搞什么啊！哎，秋桐啊，啊，但恁是咧变啥物嘛？我看无啊。哎，啊，即卖咧讲这拢实在吼，少年咧算是一个好人，敢那菩萨咧，是讲哦，哎，有影有影。我著爱开一啊借条互恁免，啊，著写讲钱当时要还，啊，利息偌济。免啦，阿伯，这钱的代志就免烦恼啦。哦啊，即马秋桐就留伫遮，甲你斗三工。啊，有秋桐伫你的身躯边哦，啥物代志拢妥当。好，我爱你哦。神经病，花了120万还不要我去撑，妈的，才神经。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怎么样？你看看，建筑执照下来了，14户的建筑执照哦，有办法吗？怎么样？真有你的，没想到你有这个通天本领。其实也不是我啦，那就是我从前那个老板老给我支持的。哦，给他干十几年的工地主任，现在我自己出来做，所以拜托给他帮忙。这运气来了，挡都挡不住啊！你开工那天请他过来喝一杯嘛。哎，好啊，好啊。哦，对了，王一凡，那你那个破屋子哦，恐怕不能住了。开工的时候我们要把它吐掉呢。好了，反正我都豁出去了。啊，你有地方睡吗？我可以睡公务所，我已经打定决心了，我要从小工跟你开始学，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好，哦，年轻人就是这样才会成功的。没错没错，啊，有你在工地看着，哦，我也比较放心啊，我可以跑外务啊。哎，对了，讲到这个跑外务，我等一下赶快去找模板工头，还有那个报社我们要去登广告，要开始忙了啦。要开始忙了。对啦，我王一凡平地起高楼啊！哎，看了，看了，对呀，花了啦，花了。
吹风吗？没问题啊，我在家里待得好闷哦，出来走走也好。好的，请看。很让我佩服哎。现在让你真挺快。好，下礼拜五是好日子啊，那天早上8点钟动土，我原本想举办一个这个动土大典，还想请宋妈跟你来，可是后来想一想，不要那么招摇啊。 就决定还是摆地姿态，就跟几个工人们举办一个简单的焚香仪式。把灯都撤了吗？灯啊，三大把都灯的你没看到啊？黄老板还说，这已经有人准备要送定金来了。怎么这么简单啊？是啊，我也觉得怎么会那么简单？简单的好像让我觉得自己在做梦一样。我真的没想到，这台湾盖房子啊，赚钱那么容易，你自己根本不需要本钱，只要有地，就是拿客户的钱来盖而已。 王姨，来，我帮你留了一栋那边，你看，盖7层楼，我帮你留顶楼，那坐南朝北的，你把你自己的卧室设在那个东北角，那每天早上起来面对着阳光，啊，这一天的精神都很好，我想对你的健康也有帮助。你真的好细心。曾经打过电话来吗？打过。 之前他说了几句话，他现在人在马来西亚，好像很忙的样子。知不知道你住院的事儿？不知道，我本来就没有打算让他知道啊。再说，他也没给我说话的时间。啊，一凡，我妈妈对你为我出钱住院的事情，一直很耿耿于怀。 我已经跟办公室的小张联络过了，如果这几天一有消息，钱一进来，我马上会还给你的。婉仪啊，你怎么又来了？跟我讲这些干什么呢？一凡，其实我们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。当初来找你，是因为怕我妈发现，是因为没有留家用钱。现在既然她已经发觉了，就没有必要这样拖欠着你。 他老人家说要还钱，你就一定要收，好不好？好吧。啊，对了，王爷，我忘了告诉你，我找到秋桐了。嗯，也见到金水伯了。那120万，我没有拿去买鸡舍，我借给金水伯了。会有回报的。 老天爷一定看得到的。啊，我们到屋里去吧。走。你这个房子真的要拆掉啊？是啊，我还真舍不得。不过我衡量了很久，人生在世有很多事情不能处处兼顾到。如果把它留下来，留到最后会变成一个包袱。 权衡轻重，只有放弃它。那这里面的东西呢？哦，那我会保留啊。这些都是我这些年来所珍藏的点滴纪念，明天我就会打包，然后先寄放在朋友那个地方。因为再过几天，这个地方就要夷为平地了。真的好可惜哦。这就是我为什么今天请你来的原因，婉仪。 我买了几样菜，晚上我亲自下厨，你就在这吃晚饭。平掉这栋房子。嗯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。什么原因啊？是我生日。真的？30岁。这么快啊？我们认识都已经5年了。是啊。 这5年，宋伯伯过世，你结婚成家，而我从一个批发破烂拾荒人，变成一个小型建设公司的合伙人。而秋桐，秋桐她虽然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波折，可是还是在原点打转。她不会一直在原点打转的，她会有出息的。 我觉得秋桐将来的成就会很大。你为什么对他那么有信心啊？
15年前我认识他的时候，我就看出他性格中不屈不挠的一面。而这15年来，他挫折不断，但性格未变。当别人早就向命运低头的时候，他还奋力不懈。跟他比起来，我自叹不如，我太容易妥协了。王爷，一凡，今天既然是你生日，为什么不约秋桐一起来庆祝呢？我想单独跟你相处。不可以，我们三个是好朋友，少了他就少了一些意义，而你的生日也会变得不完美了。我来不就完美了啦？秋桐，一凡，生日快乐！谢谢。我告诉你，我可每年都记得今天的。来，送给你。我刚刚来的时候还打电话到你家去，宋妈说你已经出来了。你来正符合我要跟一凡庆祝的本意，想不到吧？我们真的心有灵犀一点通，我刚才提到你了，你能赶来真的好棒啊！秋桐，你知道吗？一凡这个房子过2天就要拆了，以后我们三个人要在这边聚，不可能的事了。那有什么关系呢？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嘛。我们只要三个人友情不变，诚心要紧，到哪都是天地。是是是是是。好了，这人数到齐，我就到厨房去了，你们聊一聊。我要去厨房了。有，什么都有。秋桐，陈一凡在厨房里吗？你陪我去街上挑一样礼物，好不好？好不好嘛？好啊，走吧。秋桐，你看一凡会喜欢什么礼物？那要因人而论啦。我送他什么他都满意，你送他狗屎都是香的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很明白啊，我在他心里没分量，所以我送他什么他都满不喜欢。啊，你不同啊，就算你从来不知道他会过生日，他还是会千方百计的邀你共度良宵啊。你在生气？生我的气啊？不是生气，我只是吃醋。吃醋你懂吗？我在吃你的醋。觉得老天爷真是不公平，同样是女人呐，我也没长得比你差啊，是不是？干嘛你就集3000宠爱在一身，我就天生泥里长土里混的。可是秋桐，你比我快乐啊，你的个性豪迈又洒脱，你不受拘束，你逍遥自在，前途可以靠你自己去创造。可是我呢，我脚上套着沉重的枷锁，我背上背着前人的教条，我再挣扎我的现况也改变不了，我心里很痛苦，你知不知道？所以你就拉住王一凡不放，把他当成你未来的另一份希望，支持你活下去的另一种力量啊。秋桐，你在说什么话啊？哦，那我说错了。哎，还是我看错了。在医院他用什么身份来拉住你的手？回家以后他又凭什么立场进出你家？他今天又用什么样的心态来跟你共度30岁生日？那是他的事情，怎么可以归到我头上来呢？哎，你要不依赖他的话，他哪会有那么大的勇气来接近你啊？每次他一看到你那种软弱无助的样子，他就想保护你。难道你自己不清楚你对他有那么大的魅力吗？那全是巧合，世英出国了，你人又在南部，我遇到那么大的困难，我能去找谁啊？我这一生中，我碰到所有的困难都是我自己解决的，除非像碰到你这种贵人主动伸出援手来。万一……这就是我跟你最大不同的地方了。我的每一点每一滴，都是我自己努力争取储存下来的。哪像你啊，哦，随便挥一挥手，皱皱眉头，就有一把人来为你嘘寒问暖。我不嫉妒啊，老天爷公平啊。老天爷绝对是公平的。你的每一点每一滴，虽然都辛苦，但都是你希望拥有的代价，储存起来都会是财富和力量。而我呢，
空有嘘寒问暖有什么用？我连我自己的一个小孩，我都没有力量去保留他，永远活在别人的规范和要求当中。就像今天我好不容易有机会，我可以出来透透气，跟好朋友聚一聚，可是我还是惹来了你对我的误会。你别走，听我把话说完。我没有误会你，王一凡本来就对你不能忘情，但是你可以学我啊，你不要管别人说什么议论什么啊，你更可以不要管我的想法跟看法，那毕竟是你的事啊，你的感受你的快乐嘛。可能吗？我是这种性格的人吗？秋桐，你说的对，我们真的不同。我从小，我生活在一个教条、规则极严的环境之下，我摆脱不了我身上的包袱。你不同，你长在泥里、土里，你呼吸着自由自在的空气，没有人可以真正的阻止你，左右你的意志。赶快许愿，不要唱什么生日快乐歌了，等不及了。来来来来，我们一起来许愿，不只是为了这个生日，为了这个房子，为了婉仪的身体，为了你秋桐的前途，为了我们的友谊，我们一起来祈福。不但祈福啊，我还求老天爷保佑我这个房子能够盖得顺顺利利的，早日完工。你许什么愿？我希望，我希望我们三个人一辈子都是好的。哎呦，那当然啦。哎呀，敬问人家的你呢？我求得可远呐，我求老天爷保佑我在凤山那七千多只鸡，每天给我下七千多个蛋，而且蛋都能卖得出去。阿曼。可以吃了吧，秋桐，你什么时候开始跟着养鸡了？一凡的主意呀，你还记得吗？他把那120万的定金借给金水伯啊，利息不算，归期不限，但唯一的条件呢，就是要我去当督导。那靠督导，他是不许我再去唱野台庙会了。所以婉仪啊，我看我那个蚵仔煎的生意啊，恐怕也流产了。那也不错啊，那养鸡是门大事业，会很有前途的。有前途没前途我就不知道了啦，不过光听到七千多只鸡叫咕咕咕叫，你就会烦死啊。我现在最怕吃鸡肉跟鸡蛋了，想到就恶心。不对，等一下，我有一张财产那个转移证明书，你看一下。阿贝一定要把我们两个人名字写上去啊。为什么？阿贝说啊，他无儿无女的啊，万一挂掉了，那岂不是白白便宜给政府了？所以啊，他先把我们两个人名字放上去，这样他好安心一些啊。签字吧。我不签。为什么？当初讲好是把钱借给人家周转的，现在又要在这个上面签字，好像有欺世盗名的嫌疑。那我怎么办呢？你不签我签的，那不表示我存心占人家便宜哦。秋桐，我看你还是签了吧。你从小跟金水伯相依为命，你们交情够。再说，维持鸡舍是一件苦差事，你付出劳力是该有所代价的。
好，你不签我签了。不过王一凡，我可警告你哦，将来这养鸡场要发了财，你可别怨我，不许眼红哦。人各有命，你签吧。我和婉仪当见证人。我靠，发了嘛！喂，那我一夕之间就变成养鸡场老板娘了，哇，这要干一杯！喂，来，这要干一杯。现在我知道有前途了，宏图大展啊！谢了谢了，前途无量。我就说你们不用送我了嘛。婉仪帮你挑的耶，你帮我挑的，谢谢。哇，好漂亮啊，还是名牌哎，谢谢谢谢。是秋桐和我一起送的，我有出一半钱呢。嗯。哦。秋桐，谢谢你啊！我车来了啦！你死下来！他这什么意思啊？你难道看不出来吗？秋桐一直很爱你，爱你。可是我……一凡，什么都不要再说了，送我回去吧。秋桐，今天早上的动土仪式，你怎么没有来赏光呢？抱歉抱歉，我女儿约我去喝茶，结果把这个事情就给忘了。哎，抱歉抱歉。怎么样，破土了吧？是啊，再过几天就可以打桩了。哎，黄老板，你到底卖出去几户了？哎，才三户了。哎，不过还早嘛，我不急了。来看地段哦，来问的很多呢。哦，那恭喜你了。你那合伙人知不知道是我们在背后支持啊？哦，这个你放心，周董不许我说，我没有给他说。哎，这就对了。我爸爸投资的事业大，不会看上这种小格局的。这回完全是冲着你成全你才帮忙的哦。你在我们公司调度的周展军，可不要对外说。万一人人都学你，跑出去自立门户。那我们公司的竞争对手就多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懂了吧？懂，我懂。好了，那你赶快去打广告，价钱抬高一点，到时候促销的时候再来一个折扣价，这样比较好卖啊！快去吧。啊，谢谢谢谢，周董，我走了，再见，再见。女儿。我不赞成你跟黄老板说这么多话。怎么了？这个言多必失嘛。我现在是按兵不动哎。我放出黄老板这条线去跟王一凡去合作。我们必须要让黄老板信任我，这样他才会拼命的去奔波卖房子嘛。那你讲这么多话，万一他起了疑心，那不是坏了我们的大计吗？爸，我露出什么破绽了吗？要是一个聪明人的话，他就会想，你为什么无缘无故的说出这么多的话，甚至连调度资金的问题都提出来了。哦，那以后我就闭口少说话好了。嗯，各位资金还好吧？就这样喽，他再也没有什么劲去动歪脑筋了。廖秋桐的阴影，他一辈子是挥不掉的了。有人再见到廖秋桐吗？没有哎，
连电子花车都不去唱了。要是把王一凡那块地呀给报销了，我们才能够高枕无忧。廖秋桐这个女人太厉害了，经过那么恶劣的环境都没有能够打垮她的斗志。这个女人真是太可怕了。你担心她将来会报复啊？他们做大对于我们就是一种威胁。现在在台湾地就那么一点大，人口呢是越来越多了。要想发财呢，那么只有两条路。一条路呢就是投资股票，另外一条路呢就是搞房地产。投资股票呢，那么就是以钱养钱，要心定气歇。可是这个盖房子就不一样，它能够一夕之间就能够让人致富。再说呢，王一凡他有地，廖秋桐呢他有野心，这两个人他又是未婚夫妻的关系，经常他们不按牌理出牌。所以我看呢，这两个人呢才是真正的黑马。他们才不会是爸爸的对手呢。女儿啊，你错了。现在政府一连串的开放土地政策，一夕之间就能够产生多少个亿万富翁。你我只是在台湾找地方跟别人合建，我们没有根也没有土，将来这个建筑业可能是他们的天下了。那爸，那你要不要移民啊？那脚痛三窟嘛，你必须要掌握到先机才是制胜的因素啊。我不移民，但是呢我要捷足先登在海外投资。至于你呢，要多跑跑股票市场，不要老是什么美容院啦、健身房啦，你要多学习学习，知道这个金融的走向嘛，要分析分析市场的行情嘛，懂吗？好啦，这个女人没有本事没有智慧就注定要当花瓶。你要再继续这样下去的话，柯伟迟早还是要跑掉。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张先生，马小姐，这边请。有什么消息啊？非要我来一趟不可的。马小姐，您先请坐。好，谢谢。赖先生看见令郎的照片及检验证明之后，激动得不得了，立刻派亲信的手下准备启程前往美国，迎接令郎回到他身边呢。这怎么可以呢？我不是跟信说过了吗？儿子绝对不能轻而易举地交还给他，一给了他，我什么筹码都没有了吗？你们陈律师怎么不先打个电话征求我的意见呢？啊，也许是时差不对，再说您在家又没个定时，不容易找得到吧。马小姐，您应该不会希望在上班的地方谈这个事情吧？你们陈律师现在人在什么地方？帮我打个电话给他。哎，马小姐，您先别激动，您应该相信我们陈律师，他如果没有把握为您争取到应得的利益，他是不会让对方得逞的。他为我争取到什么？这是今天请您来的好消息，赖先生准备给您1000万，但是希望您写下切结书，放弃这个孩子的抚养权。1000万？出手这么大？
但是我们陈律师可没有答应。为什么？他认为对方一开口就是一千万，应该可以付出更多。现在最要紧的是你个人的意愿，是要孩子呢，还是要钱？如果两者都要的话，事情可能会比较棘手一点。但是如果只是要钱，陈律师有把握可以为你争取到1500万以上。真的？马小姐，事不宜迟，您得好好考虑考虑。陈律师还在等我们电报。马小姐，对不起，您先坐会儿，我得先招呼陈太太。陈太太？你是说陈律师的太太？是。引荐引荐。你先坐会儿。陈太太，对不起啊，您交代的事儿我还没工夫给您办好，公司这两天人手不够，请您再宽限两天好吧。我们也在苦撑，就等陈律师回国了。那位小姐，她是陈律师的大客户，陈律师出国都是为了她。陈太太吗？久仰久仰。啊，马小姐今天是来谈案件进展的情形的。那你们两位继续谈，我不打搅了。陈太太，不再坐会吗？待会儿一块吃个中饭。我不想耽误二位谈事情，再见。再见。好美的女人啊。是啊。我们陈律师啊，福气真是好。啊，马小姐，你有决定了吗？他来干什么？这个，他好像经济上有点困难。哎呀，不谈这个，不谈这个。马小姐，您决定好了没有？好吧。反正儿子跟着我也是飘零受罪嘛，不如还给他爸爸。不过，你有1500万，我是不会松手的。好，我现在就拍电报给马来西亚。张姐，你刚才说陈太太有经济上的困难。是。哎呀，这就得怪我了嘛，让你们律师出国办事儿，没能先付点钟点费、酬劳什么的。我看这样好了，他肯这么替我出力，他们家的事我不能不关照啊。我抽个时间去看看陈太太。啊，这不太好吧？陈律师他不知道愿不愿意。这我会跟他提啊，你假装不知道，推干净不就得了？你把陈家地址给我。既然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他府上的地址我也不便奉告了。没关系啊。我有电话号码，有号码还怕查不到啊？妈，你不用担心，这些啊都是碎的金子，戒指的面都掉了，环也不成对，你看项链啊连环都系不起来了，修一修也要花不少钱，拿去卖掉算了。我现在就去银楼，卖掉的钱啊，多少可以贴补家用。以后啊，别再去找什么张先生的，怪难为情的。妈，我走了哈。哎，有人呢。啊，张奶奶，我姓马，是来拜访陈太太的。啊，婉姨啊，有位马小姐找你。哦。您就是宋伯母吧？我听陈律师提过，我先自我介绍，我叫马玉婵，陈律师是我的委托人。为了我儿子的事啊，他能够在百忙之中抽空出国一趟，我真的是很感谢。那天在事务所没有机会跟陈太太道谢，所以今天特别来拜访的。那怎么敢当呢？马小姐啊，还真客气。你进来坐。不过我有事要出门一下啊。
我不陪你了。宋某某，您去忙吧，我坐坐就走了。好，那婉莹，记得要吃药啊。我走了。好，再见啊。再见。老小姐，请你念过。谢谢。秦总。我叫做马玉婵，您就叫我玉婵好了。叫马小姐真见外。请喝茶。谢谢。陈太太，这府上的事儿呢，我略知一二。你别怪小张多嘴，他也是被我套出原委来的。这陈律师走的时候太匆忙了，我没来得及付他酬劳。不过我跟他提过会随后补上的。这是50000块，请你收下。为什么不直接送到办公室给张先生呢？我还没有跟他们结账呢。再说这陈律师帮我办的这个案子啊，不是50000、10000就可以算的。等他回国啊，他可以拿到上100万的酬劳。这陈律师帮我争取这么多，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他拿他应该赚的钱，是绝对可以心安理得的。您是不是可以告诉我是什么样的案子？争取我儿子认祖归宗啊。原来马小姐已经结婚了。孩子都7岁了，他不住台湾，住旧金山。他爸爸在马来西亚。原来如此。怎么，陈太太是听过有关于我的什么传言吗？是因从我把公事带回家里来谈的。陈太太，有一位廖秋桐，你认得吗？我认识，当然认识。他来找过我。什么时候？有一阵子了，说了一堆乱七八糟的话。他一口咬定我跟陈律师有染。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陈太太，有一位廖秋桐，你认得吗？我认识，当然认识。他来找过我。什么时候？有一阵子了，说了一堆乱七八糟的话。他一口咬定我跟陈律师有染。这不是笑话吗？陈太太，我今天呢登门拜访，也就是有意在你面前澄清，这我跟陈律师的合作关系是有，朋友的交情呢也还够。但要是说我跟他有什么关系，甚至有登堂入室的念头，这对我来说就是侮辱了。马小姐，请你原谅秋桐，他一定是听了什么传言，所以误会了。我也是这么想，他误会不打紧，跑来噼里啪啦骂了我一顿，我也认了。可陈太太，这陈律师是我的委托人，将来要仰仗他的地方还很多。我真不希望你有什么误会才好。这将来等他回国了呢，免不了我又会跟他走得很近。你要是误会的话，他夹在中间，心情也会受到影响，办起事儿来也会碍手碍脚的嘛，对吗？马小姐，你放心，你今天来我们家的目的，我这样一路听下来，我完全明白了。我不是一个喜欢兴风作浪的人，我现在在外面的一切事情我也从不过问。至于廖秋桐，我会转告我的朋友，请他不要管这件事。您既然是场面上的人物，那我想凡事请您多包涵，多原谅他了。这么说，我的职业廖秋桐也告诉你了？不是廖秋桐，
是我先生。啊，很不巧，有一天我在他衣服上闻到另外一种香水的味道，他明白告诉我，用这香水的主人就是你。你为了这件事很生气，就认定我跟陈律师有暧昧的关系。你误会了，我没这么说，你别紧张啊。我先生告诉我，跟马小姐谈生意，身上碰到一些香水味不代表什么。其实我对你了解也只有这么多，而整个事情的过程也就只是这个样子。至于我的朋友廖秋桐，他去找你的事情，我之前完全不知道。他是不是看见了什么，听见了什么，我就更无法猜测了。对不起，我因为最近身体不好，人很累，所以我不奉陪了。谢谢你送来的钱，我会转告世英的，请慢走。喂，你朋友啊？怎么是你啊？你认识我？当然认识啊，你是老板娘，在你店里喝过酒啊。你们两个是？我是他。他叫王一凡，廖春红的未婚夫。